我是刁真真，是一名美食博主，现在是大魏国的皇后。可是受宠还不到几天，我感觉我就要失宠了。娘娘，怎么还是你？你怎么额头全都是汗啊？翠儿啊，我梦见我被皇上给捅死了。呸呸呸！娘娘，皇上如此宠爱你，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娘娘日日承宠，怕是过不了多久就会有身孕了。哦，吓死宝宝了！娘娘，这难道不是好事吗？不行，我不能这么继续下去了，我是要离开这儿了。怎么了，娘娘？皇上今天晚上不过来了。哦，养心殿新来了一个端茶宫女，听说与端王妃有几分相似。不会吧，娘娘，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翠儿啊，你想不想吃点好吃的呀？想，我已经好久都没有认真做饭了。哎，这样，你叫上淑妃、容妃和惠妃他们，晚上大家一起吃个饭。是。皇上，请喝茶。这什么茶？喂，皇上，这是菊花茶。菊花茶可以疏肝明目，通心散热。你是新来的？奴婢素素，今日刚被调到御前侍奉。退下吧。皇上，可是奴婢哪儿伺候的不太好？奴婢今日刚入宫，还没有学习宫内规矩，若是哪儿冒犯了皇上，还请皇上恕罪。你叫素素？是。皇上，皇后娘娘今晚要宴请各宫妃嫔。她怎么突然有这兴致了？也好，正好去尝尝皇后的手艺。娘娘并未邀请您。她不让朕去，朕偏要去。素素是吧？你陪朕去。是。素。都只是家常菜，大家随便尝尝。御膳房可没有这等厨艺，想必是娘娘独创的吧。嗯，看起来竟如此鲜美浓郁。娘娘，你竟如此小气，就五个菜。德妃若是嫌少，可以回自己宫，有的是人伺候你。淑妃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有些人不经别人允许就顺走了一样东西，不知德妃何时还我。你别空口白牙的污蔑人啊，本宫何时拿过你的东西了？有没有污蔑，德妃自己心里清楚。今日是本宫宴请，妹妹们就不要争执了，真的很吵。
我们还是开始用膳吧。皇上驾到。皇上，你身边何时多了这么一位宫女啊？区区一位宫女，难道还要你批准不成？臣妾不敢。这宫女长得倒是清秀可人，就是当个宫女倒是可惜了。那依容妃的意思，难不成要封她为妃？臣妾可没有这个意思。皇后娘娘，你说呢？啊，那当然得看皇上的意思了，我没意见。皇后，你可真是大方。嗯，客气了。皇上封谁为妃，臣妾哪敢拦得住啊？再说这宫女确实是长得漂亮，放在身边，的确是赏心悦目啊。那不如把她赏给你，如何？给我当宫女？把一个跟她前女友长得这么像的人放在我眼前，这是在膈应我吗？狗皇帝果然又狠又渣。我是刁真真，现在呢是大魏国的皇后。大魏国的皇帝南宫瑾就是我老公，可是人家在宫里还有四大宫妃，等于就是有四个媳妇，人家还有随时能够封妃的权利呢。所以呢，想让他从一而终，简直就是做梦。快将，我告诉你，这可都是娘娘的宝贝。哎，这个浇了会死的，这些菜要是被你浇死了，我可饶不了你。翠翠，娘娘，你怎么不再多睡一会儿呀？你这是在干什么呢？我在替你管教这个宫女呢。我看你现在啊，性格恶仆。娘娘，我这不是在替你抱不平吗？谁说我生气了？毕竟啊，他是皇上的人。那皇上就是故意的。行了，等会儿我还得给太后请安呢。这次啊，我就不带你去了。娘娘，你不带我，你带谁呀？带他。这都什么时辰了？皇后怎么还不来请安？皇后觐见。给母后请安。皇后倒是孝顺，每日都来给哀家请安。我敢不来吗？不来不就会给我扣一个不孝的帽子吗？母后脾胃不好，儿臣便私心想着为母后做些对脾胃好的膳食。来来，快坐下。哀家看到你做的餐食就开心，现在吃惯了你的手艺，哀家吃那御膳房真的是乏然无味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山药丸子，软糯 Q 弹，又开胃还不腻。这个呢？这是拔丝地瓜，可以拔丝的地瓜，可好吃呢。拔丝，母后可以多尝尝这个。哎呀，你真的有心了，能伺候母后是儿臣的福气。这个宫女是你宫里的？她是皇上赐给儿臣的，叫素素，长得清秀可人，手脚也颇为麻利。儿臣做这些膳食的时候，便让她在旁学着。太后若是喜欢，可留下来为太后亲手做这些膳食，如何？哀家呀，还是更喜欢吃你亲手做的。这奴婢再怎么学，肯定也是不及你的手艺。那如此，倒是儿臣的福气啦。哎呦，试试这个拔丝，哎，真的能拔出丝来呀！母后您慢慢拔，儿臣先退下了。好。皇后真是好手段，哀家安排的人。
皇上竟然赐给了他，这是来示威来了。容嬷嬷在，过几日便是中秋了，就让端王妃进宫来陪哀家住几日。是太后。皇后娘娘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皇后娘娘，请您给奴婢一条生路吧。快起来，要是被人看到了不好。娘娘若是不答应，奴婢就不起来。本宫最讨厌被人威胁了，你若喜欢跪着，那就跪着好了。奴婢是太后娘娘安排的人，可奴婢没有本事留在皇上身边，若是娘娘也不收留奴婢，奴婢便没有活路了。就这么自爆了？果然是太后想往皇上身边塞人呢。万一你是个野心大的，天天想着爬上龙床可怎么办？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只是随便说说，你怎么竟然毁了自己的脸？如此，娘娘便可放心了。听说今天给太后请安，把太后气着了。我哪敢啊，我就是去给太后送膳食的。你怎么知道那个素素是太后安排的人？素素叫得蛮亲热的嘛，这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吗？那谁和那谁长得简直一模一样。你倒是聪明，但朕可没有把她留在身边。哼，你是没把她留在你身边，可是你把她留在我身边了。你若不喜，送走便是。皇上，请用茶。刁真真，我刚把素素送过来，你就把她弄成这样。我是刁真真，现在是大魏国的皇后，是不讨喜的那种。虽然局势慢慢有所逆转，但似乎在狗皇帝的心里，我就是个狠毒的女人。刁真真，我刚把素素送过来，你就把她弄成这样。我把她弄成哪样啊？哦，原来在你的心里，我竟是这般心狠手辣的人。皇上，您误会了，与娘娘无关，是奴婢自己。你弄成自己脸干什么？当然是因为我这个皇后心狠手辣，见不得她这张脸，一气之下就把她毁了容。刁真真，叫我名字干什么？我刁真真好妒又小气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皇上，您真的误会了，与娘娘无关，是奴婢自己弄的。娘娘能收留奴婢，已经算是天大的恩情了。别说话了，退下。你说话呀，他为何要划伤自己的脸？现在不说是我划破他的脸。你给朕好好说话。好的，臣妾遵命。这宫女啊，是太后给安排的，可是你又将她赐给了我，她怎么向太后交差呀？所以啊，她只能来找我，要不然她连小命都不保。可是谁又让她生的这样一副脸的？所以她生怕我容不下来，便拿簪子把自己划成了这样。这个解释你满意了吗？切，要不然你把它要回去得了，省得我再理会这些破事。是朕莽撞了，朕错了。你没错，你是皇上，你怎么可能有错呢？要错都是我的错。我为什么要当这个破皇后、鬼皇后？什么玩意儿？哎呀，真真，不要再跟朕闹了，你刚说的话
就像那针一样，扎得朕心疼。谁让你不分青红皂白的骂我的？天地良心，刚可是你一直在骂朕。朕好歹也是个天子，从没人敢指着朕鼻子骂。啊？那也不是因为你该骂。骂也骂了，该消消气儿了吧？哎，你干什么？娘娘，这是什么呀？这叫香菜，调味用的。哦，那这要种的是什么？怎么拿东西盖着？这个呀叫土豆，可以当成主食吃的。这还能当主食？可千万不要小看这土豆，它的亩产很高的，之前我们吃过的薯条就是用它炸的，而且这东西非常容易种。娘娘，我听说这地方是先皇爱妃最爱来的地方，后来被打入冷宫，没想到娘娘竟将这变废为宝，真是厉害。这个地方啊，阳光非常充足，特别适合种菜。娘娘，淑妹妹貌美，不知娘娘可有听宫中传言？什么传言？宫中传言说，娘娘心胸狭小，容不得人，竟一时怀上了身边的宫女。胡说八道，娘娘怎么可能会是这种人？不管这传言是怎么来的，那宫女顶着那张脸招摇过市，人人都会以为是娘娘做的，这宫女留不得。娘娘，要不把她赶到别的宫去吧。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好，不过不必担心，本宫啊自有办法。软糯香甜，这是何物？这个呀叫土豆泥，您再尝尝这个。又辣又甜，这口味倒是奇特，用什么做的？这是何物？这个呀叫土豆，正是臣妾要献给皇上的礼物。土豆，这也能叫礼物？你可千万不要小看它，它的亩产可达3到5千斤，最高的时候可达到8千斤。当然，它还能主食使用。八千斤？哦，没跟朕开玩笑吧？当然不是骗你的了，这可是臣妾好不容易找回来的宝贝，就种在院子里，一年呢可种2次，春季的3月和8月。那可否大面积种植？自然可以啊，它的种植所需条件并不苛刻，只需要把种子芽切成块种下就行。真真啊，你可真是朕的福星。正值江南水患，粮食稀缺，这土豆可真是解了朕的一大心头之患，造福了百姓啊！说吧，想要什么，朕都赏给你。太客气了。我是刁真真，是大魏国的皇后。嘿，传言呢，皇上只专宠我一人，日日宿在我这儿，我可以用事实证明。这一切都是假的，我和皇上呢只是纯洁的男女朋友关系，男人啊只会影响我回去的速度。如何？皇上大喜大喜啊，皇后娘娘所说的那个土豆如果能推广耕种的话，哎呀，实在是万民之福啊。微臣已和皇后娘娘商量过了，先选择试验良田，培育更多的良种，再逐步推广下去，教他们耕种。当真可行？可行，可行啊！若是真如皇后娘娘所说，亩产5000斤呢，
那我们大魏将再无饿死之人呢。好，天佑我大魏，此事一定极力推行下去，有什么不懂的就去问皇后。臣领旨。皇上，最近这宫中可是有些对皇后娘娘不好的传闻啊。什么传闻？说是这皇后娘娘心狠手辣，毁了宫女的脸，还动辄对其打骂。去查清楚这流言到底是从哪儿传出来的。还有，谁若胆敢嚼舌根，宫规处置。那宫女顶着那张脸行走于宫中，怕是流言不止啊。既然如此，便让它消失吧。是。小翠儿，吃。娘娘，求娘娘救救奴婢吧。怎么了？这是有人要杀奴婢。谁要杀你？奴婢不知，奴婢正睡着，就感觉有人用被子蒙住了奴婢的头，奴婢狠狠挣扎，这才逃了出来。看见凶手了吗？奴婢没瞧见，娘娘求您救救奴婢吧。这样，小翠儿，你今天晚上和他同房。娘娘不行，那奴婢晚上是要伺候您的，怎么能跟他同房呢？今晚就让他伺候我，没事。娘娘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皇后已经完全相信了奴婢，奴婢现在已经变成了她的贴身侍女了。干得不错，接下来你需要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杀了他，并且制造成一切都是太后指使的假象。是，只是奴婢不明白为何不直接杀了皇上。奴婢现在是皇后的侍女，皇上每日都会去皇后宫里，奴婢有很多机会可以下手。经过上次的事，南宫瑾已经十分谨慎，杀他不易。是，属下明白。娘娘，今夜做的全都是螃蟹吗？对啊，毕竟快中秋了，做个全螃蟹宴也不错呀。不过呀，这螃蟹不能多吃，太寒了，尤其啊是不能跟柿子和蜂蜜一起吃，会非常容易中毒的。奴婢知道了。我都暗示的这么明显了，如果他想弄死我，应该会下手吧。没办法，我不能再继续待下去了。我是翠翠，大魏国皇后的第一贴身宫女，也是皇后最为信任的。但是最近我发现我的身份岌岌可危，居然有个贱婢要跟我争宠。果然娘娘出事了，我就说我不在娘娘身边不行吧，我才是对娘娘最忠心的人。娘娘，
娘娘。皇上驾到。翠翠，天冷了，去给我拿件外套过来。娘娘，让你跟别人在一起，我奴婢不放心。有什么不放心的？让你去拿你就去拿，去，去去去去去。是。这得裹着面粉放进去，这样才好吃。是娘娘。学会了吧？嗯。哎，对了，我去外面弄点菜，帮我看着点。是。如果要下毒，这是最好的时机了。好了吗？嗯，好吃。你不吃一个吗？是。吴雪姨应该不会那么倒霉吧？手艺还真不错，我从未吃过如此美味的饺子。不会吧，他自己下的毒自己吃了，他都不知道做记号了吗？皇上，娘娘今儿个落水了。他可有事？皇上别急，娘娘没事。不过，不过什么？不过之后娘娘摔倒，差点撞桌角，登高又差点摔下来，吃个月饼都会噎着，所以奴才怀疑，是不是有人要害娘娘？那个宫女还没处理掉吗？那个宫女一直跟在娘娘身边，实在是没有机会下手。娘娘要是有事，你脑袋也别要了。我叫素素，是大魏皇宫里的一名宫女，我是个细作。目前的任务就是要杀了皇后，但是我发现不等我下手，她就遭遇了各种各样的意外，每次还都安然无恙。我是个专业的杀手，一定要完成主子交给我的任务。
翠翠，快来尝尝这个醋血鸭。不了，娘娘都有素素了，奴婢还是去砍柴浇水吧。行吧，去吧。素素，去外面把晒好的蚝油拿进来。是，娘娘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它漏水了！娘娘，娘娘，让开，珍珍。到底什么时候能醒来？我又回来了，看来我在古代已经死了。可是为什么我还不能醒来？真真，你都躺了这么久，休息也够了，该醒来。妈妈好想你啊。珍珍，你醒了。我在梦里梦到我娘了，她一直在哭。朕南王夫人，朕立刻召她入宫。你的脸色怎么那么差呀？娘娘，你都昏迷三天了，皇上就守了你三天，寸步不离呢。我又怎么了？娘娘，小厨房失火了，你差点被熏死。皇上为了救你，不顾生命危险，第一个冲了进去。是你放的火，你想烧死皇后是吗？不是，奴婢，奴婢是被冤枉的。谁是你的指使者？不说是吗？听说你的幼弟倒是谋了份好差事。皇上，求您放过我弟弟。朕放过你，指使你的人可未必会。你这颗棋子已经没有用了，你以为他还活得了吗？你对主子倒还是挺忠心的，你觉得朕查不出来什么？皇上，皇上，奴婢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求求您救救奴婢吧，饶了奴婢的弟弟。看来你也不会说。也罢，小安子，用正行吧。是。等等。皇上，原本以为可以凭借这张脸让您多留几分情，看来是没有。那火不是奴婢放的，既然皇上这么不相信我，那奴婢愿意以死明志。皇上，他死了。
了。